有三总统哦，蓝坤新代天父哦，进前抽出这个郭文签、武则天、坐天哦，国界都在讨论讲，是不是新民主是蔡英文有希望做查某总统嘞？今日蔡英文也是继续伊的庙的行春行程，有真侪人热情哦，话讲总统后，蔡英文是讲希望新的一年有更加侪机会做会拍拼，好大家过较好。年初三，蔡英文庙宇走，偷偷来到嘉义城隍庙，所到之处响起阵阵的总统号。总统好。哎，对你非常大的期待，希望你的领导。支持者有多期待，从发红包的人气看得出来。初一到初四，蔡英文行程满档，不只为总统大选暖身起跑，也是体力大挑战。在关渡新年的这段期间，也有机会跟大家拜年，我觉得心情是很好，也跟很快乐，所以也不会觉得特别的累，只是希望大家能够过个好年。那在来年，我们有更多的机会，大家一起努力，让这个国家可以更好。蔡英文希望来年一起努力，就盼走完最后一里路。日前南昆生代天府抽出了国运签，牵手武则天坐天，让外界预测台湾是不是真的要出女总统了。武则天在当年男性当选的时代领导国家是很不简单，那以今天来说，这已经变得很正常。你看，我们也选出女的很好的议员，我也希望啊，将来女儿也有机会为社会做贡献，从地方到中央到领导国家，都是整个社会进步的现象。武则天坐天，苏贞昌令姐，女人当政成了2016热门话题。民视新闻综合报道。